河边菜地里的红薯丰收了。在老家的这个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煮一些红薯淀粉，煮菜的时候容易上浆勾芡，同时还会煮一些粉丝，储备着够吃一年。当然最常见的是煎成苕皮，炒上一份回锅肉和稠成凉粉。今天我就来回味一下儿时的味道。我是阿杜，一个自己做饭的吃